们缝的话，就是不是靠中心啊，靠中心偏右，在这个白色的中心偏右的位置。然后我们先从反面穿回来。然后拉出，把这个黑眼珠子穿进来，然后再从这边反面，正面穿到反面去，然后就可以了，就这样子啊。这样弄好之后，然后再反面打死结，打2层就好了，一定要拉紧，再打1层。弄好了之后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黑线，然后在反面藏掉就可以了啊。眼珠子缝的话就是这样缝，藏个两道啊，藏个2道就可以了。然后直接断线。那么这个眼珠子就缝好了啊。下面我们来缝鼻子，我们下面来缝这个鼻子的位置。我们缝这个鼻子的话，这个下面有一个小线头，到时候我们找好这个位置之后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把这个线头用钩针把它穿到反面，就是贴着这个边上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是这样子的。直接把这个线头这样勾到反面来，勾到反面先放在这，不要动它。然后我们现在把上面的这个缝好。这找到这个位置之后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走线走一圈，从这边走到这边，